你那边看看。 这次不是说只抓孔金开一家吗？为什么要杀这么多人？这些老百姓可不是无辜的，星星之火可以燎原，他们同样会要我们的命。王木峰他们没有回来。你那边看看，斩草必须除根，我们走。 别害怕，说，王沐风他们去哪儿了？快说！我真的不知道。我要是知道，一定告诉太君。他们不说。你这个老东西，王沐风他们一直住在你们家。快点说吧，皇军的忍耐力是有限的。王沐风。 住过我们家不假，但是他们去哪儿了，我真的不知道啊。他还是不说。嗯，你个老不死的，快说！爹，住手！嘿。 只要你和我们合作，说出王沐风的下落，我保证你全家的安全。太君说，只要你说出王沐风在哪，饶你全家性命。我刚才已经说过了，我真的不知道。他不知道，你知道吗？ 太君，他们更不知道了。把老头子拉开！上！爹！爹！月儿，该死的小日本，我的两个儿子死在了你们手里，今天你们又要欺负我的女儿！ 起来！我跟你们拼了！爹，老爷！
想活命吗？你要想活命，就告诉我王沐风去哪儿了。绑起来！来，女妖，就凭你一双肉掌就敢闯进皇军联队司令部，你真的很有勇气。可惜你的死期到了。少跟他废话，赶快杀死这个臭娘们，杀了他。
米妖，你已经无所遁形了，就算你的连杀掌再厉害，我就不信你能挡住我们的子弹。别呀，先别开枪了，你们这么多人欺负一个姑娘算什么能耐？什么人？什么什么人呢？你应该问是哪路天神才对，要不然老娘什么时候进了你的老窝你还不知道呢。葛涛，你去看看什么人。连队长，我们不能离开你左右，很显然他们就是冲着阁下您来的。还是这个日本娘们有脑子，谁敢动一动我就要了谁的狗命。放屁！嘴真臭，张嘴，闪开。柳叶飞刀，绣花针，你就是那个唱戏的。连队长，赶紧走！你呀，真是个急性子，慢慢打不好吗？心急会吃亏的。
这个怎么解释？士兵进来。嘿，嘿，把钱给我。啊！出去吧。嘿。这一定是一个对枪械非常熟悉，并且受过严格军事训练的军人，而且他一定还是一个中国功夫高手。那他们现在已经开始联手对付我们了？纯属是个巧合。孟园那边撤。你走吧，我用不着你了。我已经注意到女妖对谢花珍的出现非常不满，甚至非常生气。我认为这次他们联手作战只是绣花针的一厢情愿。你认识的那个苏木娇早就已经死了，你视为的爹娘和姐姐也早就已经长眠于地下，所以我们宋家没有一个人认识你。你也不认识我？不认识。木娇，木娇，让开。木娇，你别走行吗？让开！木娇，you
你王无风的身手都已经打进大本营了，岂能不打进房去？莫非是连队长为了让我增援，夸大了事态？我们的部队根本围不住他们，我有空。Thank you.
的安排。你废物，药库丢了，谁也别想活命。这帮小鬼子！
是。给。走。兄弟，咱走，走，走！Thank you.
恩怨今天可以结束了。做你干干净净、清清白白的新娘子。
当我握住你的手，那咱们就说定了，完成这次任务咱们就成亲。拉钩上吊，100年不许变。